唉、哎，你知唔知啊？超鋒咧喺度磨咗嗰十幾分鐘，一直咧都好躊躇，究竟自己答得啱定錯？攞攞亂咯、哎！你想唔想改啊？都可以改噶，如果改咗錯嘅答案就真係陰功嚟嘅。就、哎、都唔知啦。堅持翻先啦，堅持翻先啦。超鋒係覺得中暑嘅時間唔應該用濕毛巾抹身。嗯，係啦，呢、這個答案係啱定錯咧嚇？錯啊！错晒两条好似，我已经问紧咧，其实有冇人错晒嘅？系、哎，我就讲过系有，但系唔多嘅，就好嘢啦，都两题啦，好嘢，好嘢，俾阿King Sir去解释下先啦，好唔好啊？好，嗱，如果中暑咧吓，医生劝喻系唔适宜立即饮大量嘅水嘅、哦，一来饮得太多水咧。不会帮你立即降温、啊、二来呢如果已经神志不清或者晕低了喝太多水反而会俗亲的嘛是不是、哦、中暑病症的初期呢就会感到高温、嗯、口干和大量的流汗的、嗯、随后呢是会感到头晕、啊、头痛气促皮肤干燥等等这个时间应该怎么做呢立即将中暑那位朋友放在阴凉的地方松开佢嘅烟物，咁尽量女仔又唔好啦吓。另外咧就要保持气道畅通，并且用湿毛巾抹身嚟降温嘅。哦，系要抹身嘅，要抹身嘅，错晒。系呢啲呢啲错误嘅示范，专登错。系呢啲咪先好朋友咯。用嚟提醒大家，咁先系教材噶嘛。系咯，系都系咁兜噶啦。冇第二个说法噶啦。都系咁噶啦。我认识超锋咧，其实最初第一次我哋好似系去做访问，定系去呢个佛教嘅活动嘅咧？系嘛？第一次你话即系几次系第一次？我哋第一次见面系应该第一次喺佛教嘅活动。系系系。系啊，佛教活动第一次。冇错冇错。咁我听讲话最近咧，即系超锋爱上跑山，其实跑山都嘅时间令到你嘅思绪咧比较宁静啲。嗯嗯。亦都令佢领悟到好多嘢，系嘛？其实系一个即系谂嘢嘅时间咯。嗯。咁又思考。系啦，因为可以。靜靜地啦，同埋其實咧好多時候咧，當你唔去花時間去諗啦，又或者係抽離咧、嗯，你就會將你嗰個煩惱越嚟越諗得越大啦。咁、嗯、但係跑山嘅意義係咩咧？我成日覺得除咗即係健康啲啦、夠氣啲啦，唱歌我對我自己、之後咧就你會睇到越高嘅嘢就會越闊遼闊咯。呢、這個世界原來都雖然你有好多問題未解決，但係呢個世界仍同時運作緊，同埋呢個世界同時都好大咯。你會開始就將慢慢將你嘅問題變成哦，其實都可以解決啦。都係好細件事啫。係啦，又或者係啊，天咁天大地大，你總有方法可以揾到出口。天跌落嚟就當被冚啦，係咪？係啊，我舒緩到自己嘅一啲壓力同埋啱嘅，即係佢話佢即係總之唔好將目光成日都永遠擺喺自己嘅問題上，你其實放眼整個世界可能咁大，好多人都會遇到呢啲問題啦。同埋調翻轉，你會覺得自己都係一個渺小嘅一粒嘢啦，你喺個宇宙真係喎、你喺個山度，其實嚇嗰、個好遼闊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問題自己問題比較渺小。係、收斂。而家阿超鋒係咪即係對於香港好多嘅山都好熟悉，都跑過曬咁滯啊？又唔係跑過曬嘅。其實我哋香港即係身處呢個地方係非常幸福、因為你其實去到唔同國家咧，真係要去到啲山嶺嘅地方好遠啊，適合呢個叫越野跑，其實真係搭兩三個鐘頭唔出奇。係、但係香港真係隨手喺每唔同區域都揾到呢啲咁嘅地方、你覺得最正最好跑嘅山喺邊度啊？其實都有幾度嘅，我最靚咁當然而最快 achieve 到嘅就梗係龍脊啦。哦，跑龍脊，龍脊都可以嘅，龍脊都幾都係易嘅喎，易到爆，係啊，易到爆，即係一個初階啦。係，咁我又 is a good guy， 初階係 is a good guy， 初階去開邊條街啊？龙脊，龙脊就系一其中一个，仲有咩？即系甲龙啦，即系有一个即系大帽山附近，即系
anyway， 總有一個夾龍的地方啦，係啦，即係甚至乎係龍虎山啦，龍虎山都好好 popular， 都係好跑。你睇下而家超風都咁鬼熟啦。不如我哋就整個下次我哋有一個行山團就揾阿超峰做領隊。但係佢跑喎，但係我哋未必跟到喎。咁我哋盡量攞條繩綁住佢條腰，佢點跑都我哋都有條繩去揾到翻佢。捉住，會唔會甩繩嘅咧？俾只馬騮啦，係啊，今日要嚟木樹咯。咁我哋係金山嗰度啊，馬騮山。好啦，4:19嘅時間啦，咁啊第二個遊戲都準備就緒啦。OK， 麻煩你，唔該。五秒答问题，够胆你就嚟。Five, four, three, two, one. Give you five. 好啦，最近咧见阿超峰又同一位女神一起开 live 啊，陈嘉善，系嘛？有咩机缘嘅？機緣就是我不知道啊，就是我就知道他是會都有興趣唱歌的，是唱得挺好聽的，是吧？是啊，是啊，即我覺得他俾心機去練習首歌咯。嗯，點解我看到就是因為他 rehearsal 同埋佢真正 live 都有一段距離，即我意思是即差咗啊？唔係啊。改善咗，即係或者佢揾咗自己嘅 style 咁樣。O K， 我覺得咁咯，幾得意啊！平時聽佢講嘢嘅啫嘛，但唔係我呢個機緣唔係我發生嘅，係嗰個主辦單位。主辦單位邀請你去嘅，係啊。O K， 呢條問題咧都同呢個話題有關。點樣咯？係啊，好啦，喂，準備啦，請講出女仔吸引到你嘅三樣嘢。哦，而家講啊，係啊，咪温柔啦，性格啦，眼睛啦，温柔性格眼睛，係温柔其實屬於性格嘅一種嚟嘅，係啦，性格温柔，我唔知啊，好緊張，你聽講呢啲佢就緊張啦，係啊，即係外貌嚟講係睇眼先啊。眼是會講到很多真實的情況出嚟，即你會知道那個人的情緒啦，同埋佢夠唔夠 sincere 啦，同埋佢友善，係咯，即係嗰啲咯，眼係好緊要。大家都望緊眼定係？點解望緊？我覺得最緊要係咧，如果識一個人，即係同佢交朋友，無論係男仔女仔都好啦，我覺得最緊望眼嘅時間，睇下佢會唔會望住你對眼講嘢。哦，即係嗰個望住你對眼嗰樣嘢時間，即係佢好投入去同你去交心去。同埋你唔發覺咧，而家近排戴口罩咧，你只係望到隻眼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喺眼睛嗰度睇到人哋嘅情緒。係，雖然見唔到個嘴，你都知道佢笑定係點嘴。冇錯，係。同埋一齋望眼咧，好多幻想空間嘅，即係你要。哦，佢應該好靚嘅，即係佢對眼咁靚嘅。差唔多啦。眼啦，眼啦。另外一個温柔喎，你首新歌《日明》個 MV 又係即係遇到啲比較粗暴，你係咪有啲私人之下嘅經驗，遇過好多唔温柔嘅女仔？其實都係太快答嘅呢個問題，即係我覺得係温柔同埋善良係緊扣嘅，即係你處於一個温柔嘅狀態，你就會顧及人哋嘅感受咯，係咯，咁你懂得顧及人哋感受都係善良嘅，係啊，所以温柔係一個表徵咯。OK， 好，第二做咩事咧？好驚，冇想了解下你中意邊類型。善良嘅女仔都可以係粗魯咯，真係㗎。真的我的女仔是女仔。有不一定粗魯不一定不善良的嘛，我覺得不是掛勾的，我自己覺得就是。好了，第二題。好了，請講出你養狗仔最開心的三件事。叫他來啦，跟著他懂得做動作啦，還有跟我一起睡覺。你這個秒數。叫他來，我最 enjoy 的狗仔就是他永遠在你回家的時間，他永遠都是這麼開心去迎接你，撲上來。未必㗎，嚇係嘅咩？唔係啊，唔係即我嗰只係，但係唔係只狗都係嘅。係咁啊，唔係一聽到鎖匙聲已經吠㗎啦嘛。佢可以望一望你，然後回頭㗎嘛。係係。佢通常貓先係貓嘅性格，大有狗人在，大有狗大有狗在，大有狗在㗎。係啊。
因為有時候有啲狗有貓嘅性格，貓亦都可能有啲狗嘅性格。哦，所以隻隻都未必係。我唔知啊，總之呢個唔係必然。唔係啦，幸福亦都必然幸福不是必然嘅。係。呢只養幾耐？呢只狗仔？三年四年啊，系嘛？系啊系系，系领养翻嚟定系朋友送噶？佢系生佢系 offspring 嚟嘅，佢系生出嚟嘅，即系以前养嗰啲就唔系生出嚟噶，系即系睇住佢诞生嘅，睇住佢诞生嘅，睇住佢诞生嘅，哦，冇错冇错冇错，好啊，好灵异嚟，好灵异啦而家，你睇佢推到而家个心灵咧。都是很創傷，可能就為自己覺得，哎呀，我兩條都搭錯，耿耿於懷，耿耿於懷，真係生出嚟，唔使驚，唔使驚，你搭錯曬兩條題目，我都會播你嘅歌，鬼叫我哋係朋友咩？好，啲時間，即刻聽聽梁超風嘅全新力作《日明》，生出嚟嘅，生得好辛苦啊！呢首歌。